爱的朋友们，现在已经到了庚子十五年的最后时刻，再过几分钟，伴随着农历新年钟声的敲响，我们将迎来又一个春夏秋冬。鼠去牛来，这是一次意义特殊的年轮交接，因为它一头接续着即将挥旧的百年史诗，一头开启了第二个百年的壮丽蓝图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要为过去的这一年留下临别赠言，我想说，经过这一年，我们更加懂得，没有一个寒冬不可逾越，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。我想说，经过这一年，我们更加坚信，只要大家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，点点微光照向同一个方向，就能汇聚成无穷力量。我想说，经过这一年，我们更加勇敢。一个从伤痛中走来的英雄不惧灾难，一个从磨难中奋起的国家格外坚强。朋友们，冬去春来，时光从不怀念过去，大江一如既往地奔腾。风正潮平，自当扬帆踏浪。任重道远，更需策马扬鞭。亲爱的朋友们，2021年农历新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，我们将迎来的是辛丑牛年。新的一年，让我们发扬三牛精神，九牛爬坡，各个出力，形成奋斗合力，在新的一年里再立新功，再创佳绩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辞旧迎新的时刻，让我们深深的祝福伟大的祖国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万民康健。农历新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，现场的朋友们大声地告诉我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迎接这个美好的春天。来了，倒计时，十九八七六五关注全球华人新春快乐，二一关。